是吧？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洪浩，来自恒立小学一年级。这是我的妈妈 ，SMU 老师。大家好，我叫洪贝，来自 SMU。你们知道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变成现在的国际金融中心吗？欢迎来看我们家的故事。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我的曾祖父是一名渔夫。我们捕鱼快乐多，快乐多，快乐多。我们捕鱼快乐多，快乐多。咚咚。哦，你回来了，辛苦了，来擦擦汗。让我们看看今天捕到多少条鱼呀？你看，今天只捕到了十几条鱼，因为今天的天气不好。哎，哦，别难过了，今年我们家的鸡和猪都长得非常好。你看，今天我们家的鸡下了这么大一个蛋呢，我们一定能够卖到很高的价钱呢。对，我们就有很多钱买一碗饭了，我们快去卖吧。好呀。1983年，新加坡第一条地铁线南北线开工。我的祖父是一名地铁工人。哦，休息时间到啦，来休息了，喝杯 Milo 吧。哎呀，你看下面这么多工人，还有好多外国人来帮新加坡修地铁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是第一条地铁线南北线，所以才有很多人来修哦。哦，可是你们为什么要修地铁呢？我出门我搭巴士就好了呀。因为如果有太多人要搭巴士的话，是不是会很拥挤呀？对，那这么厉害的地铁要多久才能修好呢？如果每一天都很努力的话，4-5年就搭完了。这么快吗？对，哎呀，到时间了，再见，拜拜。2010年，新加坡金沙酒店逐步开放。我的爸爸是一名德士司机，今天他接到了一名来自中国的游客。Hello，欢迎来到新加坡。你想要去哪儿啊？我想去鱼尾狮。好，我们现在出发，请系好安全带哟。好，去看。哇，那个高高的像船一样的建筑是什么呀？那个高高的像船一样的建筑的东西是金沙，上面有非常漂亮的泳池，等一会儿欢迎你去看一看呢。好呀，那里面有没有好多好吃的新加坡美食呀？有，那里面有鱼片米粉和鸡饭，等一会儿欢迎你去尝尝哦。听起来好好吃呀。哎，那边那些工人在建的像高高的树一样的是什么呀？那个是 Gardens by the Bay， 过了2年就建完了。过了2年，欢迎你去看一看哦。好，我一定会回来的。好，到了，再见，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拜拜。终于到了我的故事啦！浩浩，你长大想当什么呢？我长大想要当